假设等差数列的首项是 3, 所以 A1 等于 3, 公差是 2, 所以 D 等于 2, 那我们要求第11项，所以 A11 呢，我们就带 AN 等于 A1 加上 N 减 1D, 好， N 呢是 11, 所以11减 1, 再乘上公差。好，首项是 3, 加上10乘上公差的 2, 所以就是3加上20,所以我们的答案呢就是23,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C。